里面有14个口罩、一包卫生纸以及一罐的漂白水。发现有个超特别的30天的频道全餐，哇！政府怕你太无聊，还帮你用个电视。最近已经来到10天居家隔离的第4天，昨天晚上区公所的人非常辛苦的拿了2大包一包政府的慈济的，开箱给你们看看里面有什么内容，还有好好的比较。走。这边是政府的，这边是慈济的，光是重量上很明显就有极大的差距，900公克，2.6公斤，里面都在震动。现在看看政府的，基本上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袋子，小小的字卡，可以泡的饮料，香皂，里面有14个口罩，叮咛的纸，还有注意事项，一包卫生纸，以及一罐的漂白水。食物主要的是给这种冲泡类型的，发现有个超特别的30天的频道全餐，哇！政府怕你太无聊，还帮你用个电视。现在就来开箱瓷器的吧，那个好大包又好重，好好奇里面是什么。哇，好多东西啊，而且都好重。政府的跟民营的也差太多了吧？不过我觉得有点互补的概念吧。不过光是用看的，我相信瓷器绝对是花比较多经费。一个一个来看吧。首先是他有给一张这个小小的信封，我们来读读看。他们把这个称之为安心祝福包。相较于政府的，政府是给看频道全餐，实际的是给实际上的书本，直接寄了一整本。政府是给一包一包用热水冲泡的，实际是直接给2瓶的能量饮，一整包的五谷粉，超大包的米果，看给你一大袋的意式番茄净丝香鸡饭。我相信大家最在意的就是吃了吧。上菜喽！这就是全部政府所提供的食物，还有实际所提供的食物。开动，就先从热食开始吧。先从政府的高鲜山药多谷粥，打开的时候就可以闻到一些味道。说实话，他们两个虽然包装很不一样，但是泡出来的感觉都一样。来吃吃看吧。第一个高鲜山药多谷粥，它的海带味很重，然后里面会有一些米果的感觉。我来试试看另一个多酥黄金胚芽衣，这个有一个很奇妙的奶香味。政府的热食我比较喜欢这个。接下来是慈济的热食。我对这个真的是超期待，它看起来像是一个番茄泡饭的概念，而且很特别的是这个饭啊，它有很多种烹煮方式，你甚至可以用冷水把它泡开，但是就要等1个小时，直接用热水的话也要等20分钟，煮的话可能就大概10分钟而已，他说煮滚了然后再焖煮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无糖的五谷粉，刚刚在泡的时候就觉得这五谷粉还蛮浓稠，我们来先来试试看五谷粉，非常的稠，但五谷粉是无糖的，但还是有一个本身非常天然的一个甜味，这五谷粉感觉比较像是可以当点心。我们来试试看这个番茄净丝香鸡饭，哇，这个饭很好吃呢，像是现煮的番茄汤泡饭，这个绝对是目前最好吃的。而且你知道可以干嘛吗？可以加他们给的姜黄辣椒酱，加进来试试看吧，香呢，再加一点自己的黑胡椒，这个有辣，如果怕辣的人不要加这个，好吃，这个绝对是目前最好吃的，而且最像正餐，因为其他的汤汤水水没有真的什么料，然后这个就是很实质的吃到饭。慈济送的这个酱实在是太香太好吃了，嗯，慈济送的这个我直接马上嗑光，吃完饭了，来配一点饮料吧。这两个是慈济给的饮料，这三个是政府给的冲泡饮料。我自己就超爱芝麻牛奶，所以没什么好说的，很好喝，但有点偏甜。这个黑豆的其实比想象中好喝很多，哎，是薏仁的，还有一些小小的坚果在里面，三个都很好喝，哎，慈济给能量饮，喝起来就像是浓浓的葡萄汁，里面有很碎的曲落，这个要冰起来比较好喝。吃完饭之后就是配他们的点心，超大一包的。很好吃，而且有个重点是它很不甜，可能很爱吃零食的人可能会觉得不够甜，但我觉得这对我来讲真的是刚好好吃。基本上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了，经过我刚个别的计算，这区大概是400块，这区大概是1000块，两边相差了600块这么多。不过这个其实很不准，像这个口罩啊，你说实话你要卖1000块还是会有人买，冲泡包就一定会是比较便宜一点，然后这些食物就比较贵一点。不过我觉得政府给最有价的就是在这个啦。总结来说，政府的这三杯超好喝，这三个超实用。实际的就是这个最好吃，这个很香，有点辣，点心好吃。说真的，大概也只有台湾会这样子了吧？英国
这样想太多了吧？英国大概是什么都没有吧，因为他们根本也没有要防疫的意思啊，他连防都没有想要防，给什么给？总之呢，非常感谢台湾政府还有慈济给我这么多好东西。我想说，所有在现在病情前线的人，包括区公所现在在努力的人，都非常的感谢，谢谢你为台湾付出。然后大家一定要努力的撑过这一段期间，真的为台湾非常的骄傲。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了吧，我。